在一天寒冷的冬夜，圣诞老人诞生了。哎，是耶稣啦。哦，在一天寒冷的冬夜，耶稣诞生了。然而，有几个星象学家骑着马，跟随着一颗特别的明亮的星。不好意思，跟随着一颗特别的明亮的星，来到了伯利恒，献给耶稣。他们所带来的黄金、乳香还有没药。没药是什么？赶快拍啊！这是重点吗？不好意思。而耶稣的出生也代表着说，他的尊荣富贵跟我们交换我们的痛苦不安。对啦，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耶稣。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啊！我们拍都市传说的人也不例外，但要来个暗黑系的圣诞交换礼物啊！那我们先来料理未来男友的礼物吧。这罐油还有一张卡片，相信大家已经见过了，而且知道它已经给很多人使用了。既然大家对这个油已经这么的熟悉了，那我就再说一遍吧。这个油呢，是把它涂在眉心上面就可以看到鬼。它里面就是有两个这个像是木头的东西，一个姜，还有一堆叶子，就还蛮漂亮。到现在都还没有闻过它的味道，我们来试闻一下。太香了吧！它味道出其不意的香，真的我没有骗你们，可以拿来当香水了。其实，不然你是骗我。好香哦！你去闻，其实它是很香的。我把这个拿来做都市传说，想知道的话可以去看我上一部影片《鬼影实录》。很开心这次与大家合作一片，也希望我们四个人可以一起在台湾红起来。希望礼物你会喜欢，圣诞节快乐，自由点丑，哈哈。不然你笨啊！我因为自丑，所以我直接用打的。我这样好像太没心了，会不会？好，我再补一张卡片给你。抱歉，未来男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礼物啦，就是这个。该不会乌鸦是一个具有粉红少女心的男子吧？摸起来软软的，该不会是什么变态的东西吧？小结巴，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。Hello Kitty 的贴纸跟 Hello Kitty 的娃娃，字写的蛮多的，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们。我只有写一行，而且是用打的。亲爱的王狗，首先要祝你圣诞快乐。而这个都市传说原本是我很想拍的，但幸运的你抽到了我的天堂礼物，就让给你拍吧。我看到了一个传闻，海蒂猫是英国的一个小女孩，但被邪恶的人缝上嘴后惨死。只要带着娃娃到辛亥隧道一些地方，它就会打开嘴跟你说话。方法我从王子给你，祝你成功。我相信这是个很认真的都市传说，不要认我是在整理布置，我不是那种很会开玩笑的人。布置，祝你成功，乌鸦。讲真的，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都市传说会有多可怕。凯蒂猫开口说话，乌鸦你整我吧。我只能说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礼物。金刚腿配铁头功，有搞头。凯蒂猫的屁股，凯蒂猫的眼睛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啦。鬼影实录，我看了你们的留言，好多地方是真的是我没有看到。那今天就谢谢你们大家啦，圣诞节快乐！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呢，可以订阅、分享、按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！哇，终于收工，好痒！快乐敲不到。